好，我们看地图，它是在禅那园上方的这个传送锚点。哦，那传过来后呢，我们往西方向哦，就地图的小地图左边啊，我们大概这个方向飞啊，往这个方向走。那这个任务的，这是隐藏任务的前置，好像你要先做完森林书的第二章吧？它有个前置哦。好，那这一片呢，原本是死域哦。啊，我这个昨天直播的时候已经清掉了，那你们就好好清一下这个死域。那清完这一片死域呢，这边可以拿一下草松子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可以进去的洞穴啊，洞口。然后射过来，这样。哦，然后我们进来后呢，直接下去哦。对，因为我昨天实况都解过了，反正你们一开始，他那攻略他是，依然是这里，你们要来这里啊。一开始这边要弹琴，又入晚安。啊！哦！散乱せし財に言葉なき手がかり。又有隐藏的路啊！天哪，好猛啊！这真的是元神吗？对，这就是元神。免费游戏可以玩到那么多解谜要素。这是课长请大家玩的游戏。なくてもいいのよ。準備完了。在干嘛？我有上限，其实都会招发生。Nice。哎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会等会听说苹果很顺吗？因为安卓近几年来也很不错啊。别小看 ROG 啊，对啊，好像就是想要赚钱、存钱去换 ROG。哦，他这里是讲前置，然后跟着他前置跑。好，看来我刚刚自己玩了哦，接着往这一走呗。我知道副主一定在那边说话，不然他怎么角色挂在那边？哦，我们来解锁啦，各位。封印解除。ご安心を。解锁的恩人，这样对待。花火の材料はあらへんかな。真是母汤。我们救他出来，然后他们还要打我们，哎。不然他一直被绑在这边，其实很痛苦的。如果真的，当然我是说，如果是现实上真的有这样存在的话，如果他有感情的话，其实被锁着很痛苦，就像植物人一样，就跟植物人没两样啊。困在那边，如果他有意识的话，他这样其实很痛苦的。那真的是，啊，不如杀了我吧，这样，就像被鬼压床一样，你动弹不得。那我们把他从痛苦中解放出来，结果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我们。痛がっちゃいない。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。主婦の夢にすぎません。よいしょ。
不好意思哦。哦，跟着攻略飞的，那飞到西我也跟着飞着西，飞到东我也跟着飞到东。路径安排的不太好。那就我再重飞一次吧，虽然好前面好几个攻略都是这样做出来，不过应该没关系啊，想绕了一下而已。没事。さばきのイカ。補助力を。捕まえた。痛がっちゃいない。どの目が出るかしら。稲光。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。さ、そこ。あら。あ。这里伤好后呢，我们过来这里。那过来后呢，我们往西方向飞。嗯，你想。哦，就在前面那里啊，你们看到了吧？哼，我安心。传到这个河谷的暗道副本这里啦，然后传过来后呢，走，好，看这个西南方向。继续走啊！啊，这里看到了吧？如果有下雨啊，你就调一下时间就好了。補助力を。どの目が出るか。好。下画面也真的下雨了，哈哈，这么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传到这里。哦，传到这里后，我们往这里走。往这个北方向哦，北偏西。哦 ，B 居然又变了。啊，这里看到了啊！哎呦！いただきます。逃げ道。無我の境地。哦，经过激烈战争。うちに開けさせて。接下来呢，接下来我们是要去这里啊、哦、好，来吧，行くで，不用捡啦，我是路过顺手。かかれ。嗯哼，这里啊！捕まえた。糸よ、交錯せよ。稲光、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。よし。
主婦の夢にすみません。好，可以打完后呢，七天这边七天神像，然后传过来后呢，北方向走。封印啊！ご助力を。你好哦，对。好，然后我们西南方向这边。哎，卡住了。急がなくてもいいのよ。看到了啊。三个都封印住了。有看攻略还是不看攻略？你觉得我会像神一样，不知道下一个地方在哪里啊？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。这是我们拿来地图啊，传到化锅城，化城锅，化城锅的七天神像，然后往这个北方向。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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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我们来那个绝王之殿的那个这个传点。好，传过来后呢，我们往这个东北方向有，对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里，这显神筒没有哎，没有啦，也许你要干要好花时间哦，不过这样也好啊。ご安心を。不是这么简单的。稲光，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。等一下，要先还要事先确定路线，拟定路线，安排路线。对，这攻略很辛苦的。看到那些攻略像的 UP 主啊，或 YouTube 啊，真的看到一个点赞一个，因为这个真的很累，累到我都在怀疑我到底要不要去做，就是做那个神童的啊，神童这都做起来，那个真的不是几个小时就可以解决的东西，要不要先事先拟定路线，安排路线。然后还要后置，还要剪接。騒乱の憩い。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。せい。しや。た。あら。这有些神通撞在主线地啊，所以解神童啊，最好就是世界任务啊。先做好再见。现在是去这里的七天神像，无一丑云啊，
闪过来后直接往后看，就往南方向看。小可爱他们的力量不够强，打不赢他们，所以就直接封印住了。就是激动漫间，在那边常看的桥段也就设定了，就这个王啊，这个魔王太强了，所以打不过我就先封印，先让他沉睡着，先让他封住，因为打不过啊，打不过就先沉睡着。哎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类似的设定啊？这剧情我没有，剧情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到啊。这个原因后面会说啊，是吗？哦，冲过来后这一把，我们先上来这一朵花后，这边有一个视野影上去，然后往回看，这里还有，就是一直冲，一直飞，是好像进击巨人的那个一级机动装置吧。也有点像蜘蛛人。哟，哎咻，哎咻，哎，啊，这里是那边是可以爬上来的。呀！哦，这里在爬，吃这个黄色的，它是可以补体力的啊。哦，那个吃过了，这个的，刚刚那个没有发光，吃过了，试一下，一定会回上来。嗯，那璃月应该也要有类似这样的装置来，璃月更要爬的感觉，先不理他。我们主要是这里，哎，来吧。主婦の夢にすぎません。哇！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传到这里，禅那园的上面的传送点。嗯，翻过来后往这个西方向跑。我们要找一下那个路口啊，这有个路口，有个山洞。啊，这里看到了吗？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。ひゅっ、糸よ、光沢せよ、ザッハッ。ほほ。主婦の夢にすぎません。第十六个啦！哇，这个隐藏的路啊。是啦，哎，先说我不知道怎么过去。等一下，你在哪里？可能会迷路哎。那得哟。哦，如果这里没开的话，好像是要弹琴吧。嗯，反正下来这里。这里有一个岔路，往左边。嗯，好，漂亮。
来吧，我来啦！无下水界面。流下去的这个水，区域又解开啦。花火の材料はあらへんかな。我要怎么下去啊？捞这个吗？有，这好像还有一条路。哇，好深哦！哇，你好有，太厉害啦！我看你是。オランド行こい。哇、欸，也太弱了吧！哇逼，这比那个大世界的还要弱，不愧是剧情。干嘛？给我看这个。哦，来。干嘛？嗨！干嘛？你们四个人围站的位置好像是要干嘛？要干嘛？啊？逃げ道はあります。よっ。哦，原来是跟他讲话。好、花火の材料はあらへん。可以啊，没问题的。哦，这是最后一次了吧？哦，终于来到最后一次了。看这话就知道了。终于啊！不要放开我！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。